我叫小马，一个热爱带领室友学习的女大学生。那我算什么？流氓。再看。有文化的流氓。带他去学习。好的，马哥。因为我热爱学习，所以我十分期待开学。昨天想加考短期，明天上台 PPT。昨天看我老跳舞，明天上做分小时。我操，谁能受得了啊？谁呢？行了行了，我觉得开学挺好，我们得在家逼着相亲去。下面啥样的？瞅一瞅。帅不？条件咋样？男的还是？北的。没人介绍说他180165，这不还行吗？体型。先报个体重，没人知道，你竟然没去问。没事儿，等我以后给你介绍那185的黑皮的士，16块腹肌，嘎嘎猛。我先帮你把这微信罐的微信删了吧。可他才5套房子。你出来，我先走，我先走。妈，你让我给你带外卖去，对象去。妈。